说到 CP 值超高的香草，芳香万寿菊绝对榜上有名。而且芳香万寿菊好栽种，容易繁殖，也是香草界的人气王。芳香万寿菊冬天会开着美美的黄色花朵，用途很广，枝叶可以泡茶，有百香果香，还可以煎蛋，有九层塔香。植株本身的气味则可以驱蚊，兼具了观花、茶饮、烹调、驱蚊等用途。